好，结束了。好，大概时间还剩多少？好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哈。看，如果有空的话，大家还是拿显微镜来看哈。哎，这个充满尿液的那种膀胱。对，啊，这是 distension 状态下，就是充满尿液的状态下哈，对，呈现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哈。